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战友们，欢迎您准时收看本期的《谁是终极英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梦。今天我们的比赛啊，来到了二炮的一个通信工程部队。我们知道，第二炮兵他的作战依托是阵地，而在阵地的构成中呢，通信工程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今天我们来到的这支部队，就是一支专门进行通信工程建设的部队。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它。每当看到神剑拔地而起、呼啸腾飞的壮观场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倍感自豪。然而你知道，导弹部队的作战行动离不开完善配套的阵地工程，而通讯保障设施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炮兵某通信工程团就是这样一支担负二炮导弹阵地通信工程建设、战时通信工程保障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等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英雄部队。几十年来，他们完成了数百项通信工程的建设任务，足迹遍布祖国的东南西北。通过他们的努力，构建起上至中央军委、下至每个作战单元的信息指挥网络。与此同时，他们作为国家级非战争军事行动专业应急力量，还多次参加各种极难险重的保障任务，从512汶川抗震救灾、云南抗旱救灾到陇海铁路抢通，无论情况多么复杂、环境多么恶劣，他们全员全装出动，快速到位展开精准实施保障。今天来自这支光荣部队的16名技术骨干将走上我们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现场，他们将以顽强的作风、精湛的技术进行一场堪称强强对决的精彩比赛。同志们，今天我们进行一道谁是终极英雄的施工技能大比拼。你们是各个单位的训练尖子、施工能手，是团队的中坚力量。比赛中你们要奉应争先，敢于胜利。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我们的口号是没有人可以不坚持。今天我们的比赛啊，来到一支非常优秀、非常了不起的部队，想要在这里当一名尽职履责的好兵，那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从思想觉悟，还是到专业技能，还是到知识结构，都要具备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今天即将参赛的这些队友们啊，他们都是从我们这支部队当中经过层层筛选、优中选精挑出来的。所以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我是红队一号张飞杰，少时军人。我是红队二号陈峰，大时军人。我是红队三号于春飞，大时军人。我是红队四号秦金耀，下士军人。我们是红队，我们的口号是攻坚保证两塔之流。大家好，我是黄队一号中士杨俊荣。大家好，我是黄队三号下士梁涛。大家好，我是黄队二号中士李国玉。大家好，我是黄队四号下士马泽正。我们的口号是同心协力，协武并进。我是蓝队一号选手光缆接军手赵世军言，我叫李俊。我是蓝队二号选手机械操作手赵世军言，我的名字叫王林。大家好，我是蓝队的三号选手光缆接军操作手少时军人，我叫郭威。我来自蓝队四号选手光缆交通拖渡手中士军人，我叫王明彪。进兵必胜，
勇夺先锋，耶！我是第一队一号队员李光桥，中四。我是第一队二号队员王友仪，自己军事长。我是绿队三号队员陈林，上士。我是绿队四号队员王希安，中士。为了口号正，奉献精明，战场打赢，绿队加油！我们第一关的比拼啊，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在专业基础比拼的科目当中，我们将要比的就是百米光缆的架空作业。在过去啊，我们一提到通信兵，似乎马上就会联想到登高、爬杆还有接线，似乎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科目。但是在我们二炮的通信工程部队当中，这个传统的科目啊也是非常具有难度的，尤其是在接下来即将参加比赛的这些战友们，他们都可以说是这个专业当中的高手。所以在即将展开的这场强手对决的第一关比拼当中，究竟哪几个队能够脱颖而出，顺利的过关呢？就让我们现在进入第一关的比拼。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共设三关，第一关专业技能比拼，第二关特殊技能比拼，第三关实战技能比拼。比赛采用淘汰制，红黄蓝绿四组队员进行比拼，每关过后成绩最差的一组将被淘汰，三关过后获胜组将成为终极英雄。第一关专业技能比拼，百米光缆架空。比赛规则，四支队伍分两组进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工艺标准对光缆进行架空固定，裁判将根据架势的质量和速度进行现场评判。现在请红队黄队进场就位。比赛开始。红队首先出场的是二号陈峰，只见他迅速地戴上保险，套上脚扣，背上坐板，攀爬上杆。红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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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队！在周边战友的一阵高过一阵的加油声中，黄队一号杨春荣也开始架设作业。可不知是什么原因，黄队似乎开局不利，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那边红队的陈峰已经架设有十米左右，而杨春荣才刚刚开始操作。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要想看明白这高高线杆上展开的激烈比拼，恐怕还是要先弄清楚这架空光缆作业到底有多难，决定胜负的关键又究竟在哪里。为此，让我们先听听这支部队的林工程师是怎么说的吧。光缆线路架空的技术难点主要在于操作人员的上杆、下杆、过杆和光缆挂钩间距的平均度，同时光缆架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既检验操作人员的技术娴熟程度，也考验操作人员的心理素质。那能不能再问问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关的这个科目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科目，那这么多年了，咱们的官兵一直在保持着要训练这样一个科目的原因是什么？之所以保持架空作业，是因为我国很多边远山区目前采用的光缆线路主要是以架空为主，作为国家的通信应急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能力，才能确保能打仗打胜仗。光缆架空挂线时具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对于队员的心理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压力。按照技术要求，光缆在高架的时候每隔一米左右就要用挂钩把线缆与电线杆塔上的强力铁丝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这种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也是非常讲究操作质量的。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继续强化这项基础训练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单纯依靠集射深埋光缆，在许多情况下很难满足需要，而临时铺设的地表光缆又容易受到地面活动的影响，难以保持信息传递的安全可靠。为此，二炮某通信工程部队始终把光缆架空作业的训练作为军事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断提高应付各种突发情况下的有线通信保障能力。通信工程兵在高杆上快速进行架空作业，同样要靠长期的实践积累和刻苦训练。你看现在红黄两队的队员在比赛场上表现出来的这一招一式，那可不是短时间突击训练可以形成的。好，红队的陈峰已经领先完成了前50米的光缆架空，下杆换手。黄队的杨春龙暂时落后，尽管他全力追赶，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没等黄队完成前50米，那边红队一号张培杰又开始上杆架设了，眼看差距越拉越大，红队三号梁涛赶快爬到了杆顶，着手进行架设。现在两队的差距足足有15-6米，能不能在最后关头扭转落后，赶超对手？红队的希望就寄托在梁涛的身上。面对黄队的奋起直追，红队一号张培杰显得格外沉着冷静，他一手拉线，一手固定挂钩，毫无悬念地把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只用了13分钟，红队率先完成了第一关的比赛项目。报回来，叫照片，由裁判对作业进行检查。大约1分钟后，黄队的光缆架设也到了终点。伴随着同队战友们焦急关切的目光，梁涛下到了地面。架空光缆不仅拼的是速度，更强调质量，缆线的间距、垂度都必须符合要求。黄队架设完毕，停止。由裁判对作业进行检查。下面请蓝队、绿队进场就位。比赛开始。蓝队与绿队的角逐显得更加激烈，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绿队上场的是老将冯友谊，而挑战这位35岁四级军士长的是蓝队三号的头尾。要说这两个同场竞技的队员，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各有千秋。论年龄，头尾比冯友谊小5岁，体力上自然占优势。论学历，又上过士官学院，但要论经验，那可就远远逊色于冯友谊的身经百战，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头尾凭借着一股猛劲儿，在前50米的架设过程中遥遥领先。绿队队员都紧紧盯着他们的老班长，心里暗暗地为他使劲儿。也到位了，蓝队担任后50米架设的是4号王明彪，这个来自云南文山的小伙子入伍8年就干了8年光缆架设，在这样的高杆上进行架空作业的次数恐怕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楚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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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队第二个出场的王锡安，平时担任的是挖机操作手。两个人的技术实力如此悬殊，又是参加如此激烈的比赛，不能不让大伙为绿队捏把汗。这不，蓝队干脆利索地完成了100米光缆加工作业。随着王明彪的脚落到地面，蓝队闯过第一关已成定局。准备投球，蓝队加时完毕，停止扔。由裁判对作业进行检查。也就相隔不到2米，王锡安也到达了终点。从时间进度上看，虽然绿队暂时落后于蓝队，但是只要他们的驾驶质量不出现问题，在四支参赛队中争取不被淘汰还是大有希望的。队员同志，绿队检查完毕，停止。由裁判对作业进行检查。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第一关的比赛结果终于揭晓了。现在我宣布第一关比赛成绩，经裁判组现场评定，四组参赛队伍加控作业均符合工艺质量标准。黄队用时14分45秒02，红队用时13分40秒01，蓝队用时9分47秒73，绿队用时10分22秒98。根据比赛规则，本关黄队被淘汰。希望在下一次，我们一定会超过他们。我相信我们四个人当中是最棒的。虽然今天没发挥好，但在下步训练当中，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希望经过这次的失败吧，在下次的比赛中，发挥得更好、更色。比平常差一点，今天可能看摄像机比较紧张。平常我们训练可好了。比他们感觉都强，今天发挥有点失常。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第二关的激烈比拼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流淌的这条河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而我们的第二关的比拼就马上要在这里展开。在第二关的比拼当中啊，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友们要携带通信装备，越过障碍物，到达指定地点，完成任务。那么这也是我们这支部队啊的一个必训的项目啊。大家知道吗？在平时啊，只要一声令下，我们的部队，我们的这支部队啊，就会马上投入到战争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战争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任务展开方式的不确定性。所以这就更加要求我们的战友们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要携带我们的装备，越过障碍，完成任务。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关当中，我们所要考验的就是我们战友们在这一方面的专业能力。那么在第二关的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有请我们的现场指挥员为我们宣读第二关的比赛规则。第二关，携带工器具穿越障碍。比赛规则，三支参赛队伍共同携带天线杆、接续工具、抢带通、发电机等工器具穿越障碍物，穿越距离为200米。穿越过程中如有负重物落地，必须从起点开始，用时最长的一组将被淘汰。下面红蓝绿三队进场就位。红队比赛开始。在滔滔奔流的黄河边，红蓝绿三支参赛队依次进入了第二关的比赛。红队首先出发，他们抱起长长的电线杆，飞快地跑进障碍区，快速通过这种曲折复杂的地形，让人们不禁想起了步调一致得胜利。抬起这么长的电线杆，四名队员必须始终保持步速步幅的协调统一。好，红队到达了折返点，他们分别背负起接续工具、抢带通工具、发电机和攀登脚扣，又一鼓作气地掉头跑了回去。每个人的平均负重达到20公斤，在这里，支撑队员顽强拼搏的早已不是体力，而是渴望荣誉的意志与毅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第二关的比拼呢已经开始了，现在战友们已经都背好他们的通信器材，正在越过障碍物到达指定地点完成任务。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有请我身边的周副团长为我们解释一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车辆来运输我们的通信装备，为什么现在我们依旧要保留或者依旧要要求我们的战友们通过人力来进行运输？技能是我们完成任务的基本，我们经常在深山老林和戈壁滩执行任务，在这些复杂的条件下我们车辆是进不去的，那需要我们国民就要以人力需要是携带工具，是更奔波我们的故障点，是排除故障，所以说我们必须有好的身体好的体能来保证任务的完成。一号张培杰抱着十副攀登脚控一马当先，其他三名队员紧紧跟上，不到50秒，红队折返200米，到达了起点。四个队员相互帮助，卸下背负的各种装具。好，红队不要方便。蓝队比赛开始。红队的惊人速度给第二个出场的蓝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从他们奔跑的行列中不时传出的这些声音可以看出，要想确保自己在这一关不被淘汰，蓝队唯一的选择就是不断加快狂奔的速度。好，到达折返点，放下电线杆，四个队员按照预定分工冲向自己所携带的装具，接下来又是一路猛跑。蓝队抱着脚控跑在最前面的是二号王林，后边提着工具箱的是一号李俊，头尾和王明彪则携带着落车发电机和其他工具，一步不落的紧随其后。报告，蓝队防御完毕，停止。绿队比赛开始。现在绿队上场，要从队员的平均年龄来看，绿队队员是眼下这三支参赛队中最大的，已经接近30岁，体力上明显不占优势，可他们的冲刺速度却一点儿也不比前两队慢。知道作为神经中枢的通信工程部队，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维护保障通信线路，一旦出现故障，抢修的关键就在于提高速度争取时间。比赛要求战士们要携带工具器材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线路故障点，就是跟时间赛跑，更是他们实际排险出战的真实体现。好，现在绿队接近终点，开始全力冲刺。在第二关的比拼中，三个队的速度几乎分不出前后，估计到最后决定胜负的快慢可能也不会超过1秒之间。下面让我们听听现场裁判公布的成绩吧。报，绿队完成任务。现在我宣布第二关比赛成绩，红队用时49秒35，蓝队用时51秒32，绿队用时51秒96。根据比赛规则，本关绿队被淘汰。主要是在我们四个人当中，主要是配合的不是很默契，组织上还有一些差距。我觉得我们绿队的四名队员在第二轮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都已经很努力了，只是在红队在比赛过程中爆发力比较强啊，说我们比分拉得有点差距。进入第二关以后心情还是比较激动，但是经过第二关的比拼之后看到成绩，心情还是有点失落的，因为参加这个比赛的话就想着参加决赛，但是第二关下去了，心里或多或少还有些许遗憾。就是每个人都通过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冲入决赛，重在参与吧，所以以后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个组还会勇往直前的一直参与到底，进行到底。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第三关的激烈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我们红蓝两支队伍呢，即将进行最终的决战啊！在这关比拼当中呢，他们将要比拼的是野外通信线路的应急抢修。那么在这一关当中啊，不仅要考验我们战友们他们技术的准确性，而且还要考验他们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那么究竟我们红蓝两支队伍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呢？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让我们有请现场指挥员为我们宣读第三关的比赛规则。参加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开展舰艇作业侦测故障点，完成抢滩通。本关采取计时制，经裁判确认任务完成达标后，用时最短的一组将成为我们这次比拼的冠军。现在红队蓝队进场就位，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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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比赛开始。如果说在前两关的比拼中，重点检验的是参赛队员个人的技术素质的话，那么这第三关考验的可是每支参赛队的整体能力了。比赛流程分为两个递进环节，首先第一步，定位抢通，就是要准确判断导致光缆中断的所在位置，采用机械和人工协同的方式进行开挖，找到光缆故障点，完成接待通。而后展开第二步，排障恢复，则是要进行光缆接续，彻底恢复通信线路，最终实现两辆通信车之间语音视频信号的传递畅通。目前光缆通信是我军集设有线通信的基本手段，更是第二炮兵部队确保上下信息传递的主要方法。通信光缆遭到人为或自然破坏之后，抢修人员就要像现在比赛所做的这样，携带工具赶到故障点，用这个被称为雷迪的仪器侦测出故障点的具体位置，测定断点的距离，挖出被损坏的光缆，进行带通和抢通作业。950赫，我们第三关的比拼啊，野外通信线路的应急抢修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红蓝两支队伍的队员们呢，现在已经开始作业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采访一下我身边的韩处长啊。韩处长你好。你好。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这一关啊，我们的难点都有哪一些？我们比拼或者说我们考验队友们哪一些素质？这项任务的难点，一个是故障判断，这是能否实现快速抢带通的先决条件。故障判断要求抢修队的所有组员能够密切配合，准确定位故障点，只有找到故障点才能对光缆进行抢通带通。第二点就是考验抢修队成员对光缆接续仪器仪表的这个灵活掌握能力，只有熟练掌握这些仪器仪表的操作流程，并且能够熟练使用运用，才能真正实现抢通带通。蓝队四号王明彪小心翼翼地开拨准备带通的光缆，与二号王林一起拉出缆芯进行修整。那边红队的两名队员则开始挖开光缆沟寻找断点，两个队的比拼紧张有序地进行。要知道在这条光缆的内部是光导纤维，每根光纤去掉涂覆层之后，大约是125微米，也就和一根头发丝儿一样粗细。但是，就是这么一根细细的光纤，传输数据的速率却能保证39062部电话同时通话，或者同时传送1250路视频信号。对于这条看似细小却容量巨大的光缆，接续过程中的任何疏漏或瑕疵都会直接影响到通信的质量。一根两根，把错位置了是吧？快点出去，抢滩通怎么没扣过来？找不到。红蓝两队一边组织开挖光缆沟，一边进行带通作业。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他们在进行抢带通的作业。所谓抢带通，就是用简单快速的方法把中断的光缆先接通，保证能够进行通话，就好像医生紧急抢救危重病人一样，首先诊断病情，然后急救恢复生命体征，让病人先活下来，而后再对症下药，根治病根，使光缆通信彻底恢复到良好的工作状态。哎呀，
蓝队寻找光缆故障点可是不大顺啊。看来此时红队已经把握住了抢带通作业的先机之力，越是在这紧张的时候越要沉住气，哈斯不苟的精细操作。他们用洒水酒精仔细的擦拭小小的光纤，认真的处理好每一个连接节点，严格按照教范规程完成每一步操作动作。看着红队三号梁涛、四号马泽正，尽管两人之间没有一句话，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好像进行标准的专业训练示范一样，在无形的交流中达到高度默契和协调统一。蓝队的抢带通作业也进入到了关键阶段，虽然在进度上比红队略微缓慢，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一号李俊布设好抢带通工具，二号王林和三号童伟仔细地完成每一步动作。此时红队的抢带通作业已经接近尾声，一号张培杰放置好接续箱，三号于振飞和四号秦静月开始进行光缆故障点的熔接修复。他们要把两根光纤对准，由电弧放电产生高温，对光纤进行低损耗的熔接。这一步难就难在操作工艺上，有人形容它就像是大姑娘绣花，要求操作手在任何环境、任何干扰下都要做到眼明手准、凝神屏气、心神合一。蓝队还在进行抢带通作业的最后工作，而与红队的进度差距却在一点点的拉大。然而王明和童伟的操作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然是那么精细准确。李顺这一条条线路套好这每一个接口，所有的操作步骤继续按照技术规范严格实施。他们坚信只要没有到最终定局之时，就绝不能放弃努力。红队四名队员齐心合力地完成好最后一个环节，恢复光缆线路。他们收整好全部的工具设备，清理好作业场地，而后跑向胜利的终点。报完兵！眼看着红队已经完成了第三关的全部内容，蓝队的四名队员却显得异常镇定。尽管胜负已成定局，他们却似乎不为所动，分寸不乱。该进行的环节那是一个不能少，该完成的操作更是一步也不能错。蓝队队员所具有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不也正是他们综合素质的一种体现吗？报告，蓝队抢通完毕。现在我宣布第三关比赛成绩：红队用时27分12秒。蓝队用时32分20秒，获胜分为零倍。第三关我当一名组长，我感觉是组织不得力，然后比赛功法都对这个抢通光缆的时候没有抓住细节的环节，没有做到暂时紧张的一个状态去抢修这种光缆，导致的这一关。我们的时间稍微比红队落下一点，但是我们的工艺速度永远不会低下去。现在的病啊，比平时差了默契，可能也由于这个信心紧张的所造成的嘛。是有一点紧张，毕竟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锻炼，心理素质还是不是那么好。希望在以后在这个比赛当中，加强锻炼自己这个心理素质。也是对自己是一种考验。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战友们，在经过三关的激烈比拼之后，我们本期谁是终极英雄的冠军终于诞生了。那么我们红蓝黄绿四支参赛队究竟谁夺得了最终的桂冠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二炮某通信工程部队政委蒋刚彪为我们宣读获胜队名单，我们掌声有请。现在我宣布本期终极英雄获胜队是红队，队员是一号上士张培杰，二号上士陈峰，三号上士于神飞，
四号校舍秦静月。宣读完毕。好，谢谢蒋政委。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红队上场。好，那接下来呢，就请为我们的英雄们戴上荣誉之花。现在已经戴上了鲜艳的大红花啊，但是我想这鲜花背后却浸透着他们平时刻苦努力训练所留下的诸多汗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有请我们神市终极英雄栏目的旗帜上场，我们掌声欢迎。看到这面鲜艳的红旗啊，已经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英雄们在这面旗帜上签下他们光荣的名字。我们高兴地看到这面旗帜上又多了四名战友的名字啊，我们还要向红队表示祝贺。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感谢其他三个队的参与，因为正是有了你们的参与，我们的比赛才更加的精彩。那么从今往后，我们这面旗帜还将随我们的摄制组走进全军及武警部队，将继续见证更多激烈的比拼，记录下更多精彩的名字。好，本期谁是终极英雄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